弹药刀戒管制条例的这一个修正案通过之后，有六个月的可以自动报缴报备持有或者自愿报缴，那这一个期限也在本月份的11号已经届满。那这一次的这一个专案行动也动员了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，那总共查获的这一个违反弹刀条例的这一个案件有64件，74人，那总共查获的枪支有85支。这一些查缉案件里面也包含有6处的改造枪械的场所。